我刚刚跟阿公讲电话，你应该都听到了。他问我有没有交往的对象，我说有啊，怎么交往？我答应下周要回去的，你可不要始乱终弃哦。我跟你啊，可是有实质上的夫妻关系了。嘿，不是，那小雨单方面喜欢你，跟我没关。好嘛，走，不要碰我，去睡厨房。好嘛，好嘛，好嘛，不要回去嘛，好不好？来，哎。